你小丸子。嘴巴乱动。这样不会呆呆的。其实小朋友这样才好看。嗯。等一下，稍微调一下这样就好了。其实小朋友越呆是越好看。越呆越好看。嗯，我的剪刀法剪到上面来了。就我剪的话，剪一半。对，剪到上面的，额头都露出来。然后流血流好一阵子。嗯。过后再流血流。再长一点，等那前面。